哎，恁即摆收听是报道有意思，我是静贤。来，咱细汉的时阵哦，我身边就一个插头做的物件，连七头米啊都有插头的。哎，可是呢，慢慢都不知不觉拢换做那像塑胶的较济。哎，你若看即摆囡仔哦，这个塑胶几乎是主流啦吼。来现场访问的吼，是一个咱台湾吼去参加比赛的吼，台湾之光吼，伊是世界目钢的金牌吼，哎嘛是一个叫触目惊心，目是木头的木吼，精心设计的精心吼，团队成员和这赖建文，建文你好，哎、欸、你好，嘿，各位联播网的听众大家好，哦你好哦，我跟你讲，建文其实很年轻，伊去摕到这个世界这个木工吼目钢吼，这金牌的时阵，伊是2009年嘛吼。嘿，那当时你几岁？那当时22岁，22岁对吧？嘿，到现在都还不到30岁哈。哎，这个你是学什么会，这样去变做去做吧？我因为读册的关系，我读高职的时阵就是读木工科。哦，那我读木工科，嘛是因为我读木工科，我才开始接触木工这个物件。嗯，我就安尼。一直读，一直到我高职的时阵是木工科，大学的时阵嘛是读木工的科系，是平科大木材科学与设计系。嗯，啊，过来研究所嘛是台湾家己的科系，所以讲我对把钢一点为执着的部分，一直到整个科学的部分，一直到后来整个设计的部分都有连贯。哦，所以你其实嘛做足久的啊。对对对，做捌超过十年啊！超过十年吼，你是算嘛？已经算西的这级吧？你应该咧讲。诶，西，因为我嘛是拢有伫外口咧讲价。啊，啊，人拢叫你什么西？阿文西，哟，你是更文。人外口的拢是较，我拢想较正式的，大家拢是叫赖老师哟，吼。诶，阿文咱叫你赖老师啦，吼。诶，赖老师，你是安怎会去选木工？啊，做木工爱什么条件无？我去算吧，刚才其实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，即我感觉这是我先从别个安排的啦。哦、因为安尼讲，是因为我迄阵啊，你算高级的时阵吼，迄分数安尼，谢，拄好好就分到这个木工科啦。嗯哼，诶、嗯，嘛无特别讲想要去参木工啊，但是就分到啊，我就大概是拢有兴趣，一直拢有兴趣安尼。你就幸运呢、欸，好、哦。拄啊好添着，啊个拄啊有兴趣，才一直读落去。嘿，对，啊，因为其实阮家本身是咧做水电的啦，啊，大家拢讲你也歹做水电，爱去做吧。嗯，我就讲这就是啊，就无说伊添着迄啊天公伯公安排，我一直拢，去读册过程中也拄着，我好的老师安尼甲我牵，甲我牵安尼，我就一直安尼有这个机会，叫他出国比赛安尼啦。你是安怎会对做木变做有趣味？因为你显然一开始唔是讲有趣味才去添的嘛，吼、哦欸！你是读了才开始有趣味，吼、哦！啊，佮有在着去佮出国比赛，吼、哦！这个趣味是虾米回的趣味？做木这个物件吼，其实是一个概念。安尼，咱个来讲，你个一个，我较早细汉的时候，看人来阮家装潢哦，啊，门啊用咱的烤刀，烤刀是平薄薄啊。我感觉我以前细汉时感觉讲，哇，这个人足厉害啦！伊个查这电的物件，靠我上纸安尼，上卫生纸安尼足薄的。嗯。啊，我就感觉哦，这物件最趣味的。嗯。啊，末了我家己去查的时阵，我家己去查的时阵，我了解讲，哦，原来迄个是用烤刀去甲烤。嗯。啊，好，变作薄片安尼。哦。啊，加上讲，这是咱耳麦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讲咱先去用烤刀、用机啊、用刀刀，咱个擦啊。嗯。啊，做出一个家具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为一个茶是自然物件，甲变作一个家具的时候，我家己就感觉讲，哦，使用起来，感觉足欢喜的，家己做做成就感的咧。哦，本来是一颗茶，吼、哦，欸啊、透过你的手，吼、哦欸，变作一项物啊，会当用，吼、哦。有、哦。啊，你过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，这是安怎参加？这个比赛吼、哦，主要是咱先在咱台湾参加。过来技能竞赛，嘿，啊，因为两过来技能竞赛是逐年拢有办，嘿，啊，国际是两年办一届，所以咱台湾呢，是这两年之中比赛有得名，那才去参加咱国手选拔。哦，嗯，啊，你选拔了，嗯，伊就是隔年的时阵，你有大概有
一年的时间，你拢会一直练习，一直练，等于是一年的培训期啊。嗯哼，你选上国手培训一年，才会再让你出国比赛。哦，现在比赛期，拢是年轻人参加，就是讲他限制你的年纪是要23岁以下。嗯哼，所以阮拢是22岁时阵选择国手，啊，培训一年出去比赛。好、哦，所以你嘛是自己的课程，啊，佮给国家的训练一年，哈，嗯，啊，然后啊出国比赛，对，啊，你去比赛的时阵，根本就困难呢，伊是安那互恁比，你安那得名诶？嗯，咱比赛吼，伊主要是伊技术的部分无比设计，所以伊是互你大家人拢同款的材料，嗯，同款的多面，同款的时间，嘿。啊、你就用你家己扎起的鸡丝头啊，伫22点钟以内去完成一个鬼啊，啊，啊，就爱按照伊图，互咱的图来去做，哦、啊，做了了后，伊会去甲咱量寸尺，看你寸尺有准无，你的门啊有好开无，嗯哼，你的抽屉、你的拖有好拖无，哦，啊，你安尼规个作品绑起来就有顺无，嗯哼，你就是安尼去评分的啦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是几个人一组去摕这个第一名？金牌。我这比赛，我是前一组，两个，啊，一个，一个。我说你是个人得奖。对，我这些技能竞赛大部分都是个人的，但是也是有团体的啦。嗯，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个人的。哦，啊，你就是一样的第一名啊，金牌啊，哈。对。哦，啊，你这少年，你讲你是22岁，哈。哎。啊，就摕到这个金牌，做吧金牌回来了，啊，你要做啥？我、哦、你有高处不胜寒吗？我回来了，其实就是拢因为咱台湾吼、哦、是安尼啦。你就算你技术最好的吼、哦，你无一个基本的文凭吼、哦，嗯，你嘛是做翻有一个生存啦。所以回来到赶快嘛是那个说啦。安尼哦。所以我赶快是以迄落学校内底读册完成学业部分啦。好嘞哦。还是要先完成学业，但是嘛，因为安尼我完成学业，嗯，才有这个机会讲哦，去社区大学担任讲师啦，还是讲去资讯局里面担任讲师啊，才有这种机会安尼。嘿，对，哦，所以讲你即使摕到这个世界吼最棒的金牌吼，你等下佫继续为找他个研究所。嘿，嗯。啊，拢是查相关的啦，因为都离袂开啊啦，感觉爱着查这个物件啊。嗯，安尼吼。只要爱就查吼，对。啊，你除了讲，你头讲啊，为一个查考一直设计了吼，因为你尾后有个开始希望讲推广，除了家己，你有要去推广讲啊，囡仔啦吼，嘛会去爱就查吼。对。你安那做？你是安那想要安那做？哦，因为查这个物件吼，本身就是讲咱自然界的物件，伊唔是讲咱人工去改造出来。嗯。所以伊比较早做早进前，是人都拢利用茶这个物件。所以，伊是咱人吼、喔，看到茶这个物件，咱就会感觉讲吼、喔，这是一种自然的物件。嗯哼。哦、喔，所以为着要让大家拢介意茶这个物件，咱就是去讲囡仔时阵就吼、喔，都会去接触茶，让因知影讲，这茶甲塑胶的物件，因的感觉是无同的。茶是温暖的，嗯，塑胶也是铁啊，伊的物件是冷冰冰的，迄是无同款的。嗯嗯嗯。所以为细汉就让因去生茶。哦，安尼哦。像讲小朋友，伊可能即卖囡仔身躯比塑胶真济啦吼。哎、啊，伊这个茶的第一步，你要安那改推广？主要吼，嗯，茶物件吼，那也才做出做侪物件啦。其实塑胶也才做，其他茶拢会使做。嗯哼，玩具嘛是啦。嗯、啊，我们即卖推广就是讲吼，木材积木。嗯，因为你阿小朋友生木材积木吼，嗯，伊会使。去接触讲茶，无同款的茶，又无同款的色水，无同款的重量，无同款的气味。嗯，哦啊，伊伫堆叠过程中，也开始了解讲，这有什么空间的概念，还是讲，也在哪讲咱堆叠时阵，咱堆叠一间厝啊，是一个城堡，是有重心的观念，就讲、是、哦，这到底重心，每一块积木它的重心在哪里，较袂讲堆堆上来倒去安尼。嗯嗯嗯。伊无同款的茶叶重量无同，你是不是较重爱吃袂卡，较轻爱吃袂得？嗯。啊，你小朋友一对。木材本身它就一定会有一点基本的一个概念。嗯嗯，这个塑胶一般咱都是做出来的是拢是同款的物件的，它无这种特色。嗯嗯，好、啊，嗯，
哎，这个现场访问的吼，是这个、哦，我现在看到上少年的目光吼，而且他是世界冠军哦，这个赖建文哦，咱卖叫阿文赛，咱叫赖老师。哎，大家什么？小人是拢安尼搞叫啦。因为你底下这推广讲啊，为囡仔开始用生活中都爱有这个茶这样物件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较大汉才开始慢慢会当大量去用啦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讲，你冇去社区带下个人家哦。有啊有啊、嗯。其实，我他去务实，主要就是讲哦，你为囡仔，嗯，教伊母子母，嗯，各样的时候哦，哪会带你闹机会，然后就开始去推广讲教伊。嗯，一般我们木工常用的刨刀、凿刀、锯子的使用啊。嗯哼、嗯。啊，你若讲到高中的时阵，我来去个推广讲哦，你做歹的时候，你对料的特性啊，多下个观念啊，是讲你寸切的观念，你都爱有。嗯、啊，你若是甲大学啊，是讲甚至讲你是已经是成年人啊，阮、就希望讲吼、哦，你除了头前咱讲的以外，你会有你家己的生活，你想要设计茶的物件时阵，你不要拢去加工，你加工的过程讲你去规划你的迄落加工的规划，你的成本有啥物概念无？啊，就是变安尼，我才去社区大学甲因教。安尼吼，我就是为上基本的，因为社区大学，我就为上基本的为。各种我都要管，各种茶的基本，像个爆勺具开始给人教呢。我社区大学，因虽然年纪都大，但是因为因做想要学，所以因来学是最快乐。因甚至，我是和因的作业是上课做，因拢登去煮陶做啦。好啊，那我一来一个进度就来超前去啊。大家因为拢做兴趣的，其实因对这些目光，那都叫。老师都甲因参加，因就了解讲，哦，因就袂讲唔知要做啥，因有一个目标甲一个观念的时阵，因拢在其实拢做甲足快乐的。安尼，这个。他拄啊，咱这个赖老师伊讲 touch wood 吼、哦，伊讲伊个中文名叫做触目惊心呐，哈、哦，触目惊心、哦。这个触哈、哦、碰触哎，接触到这个木头哈，啊、哦、是精心设计的精心，对不？对、哦。哦啊，为教小朋友开始就是较友善，就是当然是积木啦，哈、哦。啊，高中，吼、哦，我为教用刨刀，哈、哦。个大下你做唔到，还佫有在改改啊？你吼。对。有在为刀啊，改做变衣啊。那是会使哩啊，因为咱茶有一个好处啊，其实咱茶是等于是伊无迄个歹气啦，伊就是讲你只要茶的品质是好的，伊也歹气，讲较了东西。你拢直接来再接起来，哦，嗯、因为茶这物件吼，咱本身无像塑胶，塑胶是无纤维，你登起就登起啊。嗯哼，啊，咱茶是有纤维，所以你来讲，伊登起的时阵，伊登起的方向，应用着讲，咱是毋是可以再去改修理，也是讲去改折倒转呢？嗯哼，这个拢就是讲，咱来读个大学时阵，还是讲，逐天咱外口去教咱，较像成年人的部分，咱来教这种观念嘛。嗯，不过因为这个赖老师有在讲讲啥呐？这个木头的材质的物件，在咱的生活中愈来愈少，哈、哦。所以是现在那位囡仔开始个推广啊，个起大安尼吼。其实是不是在做木啊？哈，因为用的人少，而且人才嘛开始一直无去，有断层的问题哦。对，其实哦，人才断层哦，应该袂使讲是咱木工尔啦，应该是讲咱在伊咱台湾来讲吼，那是做工的吼，大部分拢已经面临到一个断层啊啦。哎，对，嗯。啊咱目工来讲吼，是个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讲较早吼，咱的时代人感觉讲，你后一代上好是拢做师资辈来，看是要说技术老师，还是历史，还是工程师，因拢感觉讲吼，迄种职业较好。嗯哼，啊，就是讲无好意，那你再想讲吼，目工这种吼做辛苦，然后有阵时有差呼啦，有阵时会搬出重的啊，所以家长的观念吼，就讲影响到讲，这小朋友在学习的时阵，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种科系，也是讲这种接触这种相关的行业？嗯哼，对。按古其实吼，像我家做小仔，我才感觉讲吼，其实木工是一个做高尚的行业吧。嗯，因为你做的物件吼，跟你的人品是有百分之百关系啦。哦，你稍等一下哦。你讲你做的物件，就讲你做的作品，哈，做爸的作品，跟你的人品有直接的关系哦。对哦，来，嘿，会使知讲你这个人的人品好啊歹，真正因为一个作品咱要搞完成，嗯，第一，咱其实做爸甲做人同款的，讲你该做该所在有做到无，该注意的所在有注意无，啊，你有抄单检料无，啊，你有按照
咱较早国发的公司来做无，咱就在知影讲，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做代志拢会投机取巧，还是讲这个人做代志拢出奖金呢？咱做品的赛，其实我哋拢会使看出一个人耶。也也一种也人是安怎来安尼？安尼，是讲吼，他拄好这个赖老师你嘛讲哦，因为你做一个做吧，像讲我看拢为拢爱徛咧，吼，有无？就是那印象中啊，吼，你讲跑刀好像他要固定嘛，吼，啊，为拢爱徛咧，那你讲要做吧嘛是嘛是可能少年即阵才有在了做吧。对，其实都无一定啦，伊讲，当然你少年的时阵要学做吧是。较有机会，应该是讲你的体力、甲你的眼睛呢，你目睭较好的时候，你做嘛较好。但如果一整年岁较大的时阵吼，咱就是变作讲吼，咱来做法是体验，去了解、去算，不是要去做这个行业的，那就是无同款的。你若是以要算的心态来讲，你做一下休一下，做一下休一下，看别人做，大家交流一下，这是最快乐的。这无同款嘿，啊！你讲你当然是你食头路，你做事业要事业，你难免就用起头路啊。对啊，迄个是无同款啦。所以年岁较大咧，一般拢是来体验的较济啊。来体验吼，无的啦，是讲要送查囝的啦。其实我伫外口上课做侪拢是讲，想要做一个贵啊，要送一个查，要送查囝的啦，是讲要做一个什么？从讲要送阿某的啦，是安尼啦，伊拢有一个目标，因来学木工的。哦，所以讲已经有人会想讲，我要家己亲手做一个做木的作品，啊，送给家己在意的人啊呢。对，做这东西啊呢。哇，安尼那讲即毛，我要家己亲手做一个鬼啊好啦吼。是鬼啊，是较简单的入门款了，还是做啥物较简单？鬼啊算是较难的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更唔简单。因为啥吼，伊第一个较大项啊嘛。嘿。因为伊个配合袂做侪，有门啊，有拖啊啦，啊对对，迄就已经变较高阶啊，算讲较难的部分的啊。嘿，啊无爱用啥物货，啥物较简单？较简单就是讲吼，咱一般简单的话，咱较早医疗啊啦，还是讲板凳啦，即类个较简单的，这就是讲咱若是上初阶的课程，咱教目工上教初阶，咱拢会先会做相框啦、板凳啦，还是讲。即类嘢较简单嘞，椅啊，还是讲四支脚的桌啊，做花嘅藤花嘅架子，即类嘢。哦，为只结构较简单嘞开始做。诶，即真的是吼，咱做物，你嘅基本基础若好，做了物件大项嘅时阵吼，你观念健康，你咧做，只是物件变大项，但是你嘅观念甲你嘅结构拢是同款嘞。安尼吼，啊，你就变作讲你物件。做大项，你是不是？赶快在定金你做，对我讲诶，影响着讲你几个作品好甲歹安尼。哦，不要、哦欸，我感觉这个赖老师见闻吼，你听伊讲话一些不像阿伟甲三十岁吼，伊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这个做木的师傅，阿哥摕过这个世界比赛冠军哦。你可以这么的喜欢这个工作哈，一个是这个技术哈，就讲今妈妈毕业季嘛哈。你会给一些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吗？就是说，因为像你这种行技术的，很多家长那里说很烦恼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来读大学啊？你的看法是怎样？其实，现在如果要出来学白工，也是很好的，因为你现在趁少年来学，第一你头壳较好，你变强也好，你去学，现在你还不爱学的话，还过差不多五六年了，可能咱若真正较厉害的老师傅，因也无做啊。像我即马虽然是，感觉讲我家己一定有一个能力啊，但是伫外口我嘛是拢爱再去甲别人学。哦，你做物这种物件吼，足快啦，学袂了啦。讲的部分，咱有分到家具，做家具的部分，分到做装潢的部分，分到起庙的，咱做大伯的，啊嘛有雕刻的。所以这种诶，这全部拢是算做法诶。哦，啊，你即卖即个师傅基本上拢已经年岁拢已经足大啊。对，你若有早讲吼学落去吼，有早讲吼甲师傅诶步数吼，学一寡七八成吼，后摆绝对是最好过啊。因为咱这种技术工吼，毋是讲你去请外人啊吼，有法度去取代诶。嗯哼，对。好，所以讲这个赖老师好见闻。对自己的行业嘛，真有信心，你嘛做得很欢喜。当然，好，好。啊，若讲有迄个小朋友啊，吼，想讲要去算积木啦，为插头开始，就为最基本的素材开始接触啦，吼，像这触目惊心啦，吼，
这个去单位给您联络。你拿上脸书搜寻树木金星，我的团队来电脑活动，还是讲办一寡亲子的诶一种活动，还是讲亲子的活动的过程，然后上传里面，是你讲我的开课呢？开课课程，说完开课课程的花絮，每天都会分享。好，所以那想要更加了解讲，咱个木头接受的第一步，吼、哦，想要怎样触目惊心，吼、哦，来创什么会，都上伊 FB 垂直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、哦，好，安尼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感谢赖建文接受咱访问，多谢你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赖老师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